我多時我係會，即係我個人比較節儉嘅，我會覺得去到錄音室就唔好浪費公司嘅資源。係、嗯、當然啦。係啊，咁我所以盡快，我譬如我係我會開定聲先至去錄音室，嗯、即係我唔喺嗰度阻時間咯。而家啲歌手唔會㗎，佢哋係慢慢錄，錄到滿意為止，可能係幾日、八日、八日、十日都得。錄咁耐？真係㗎！以前我哋嗰脱我都話啦，我同阿樂樂樂樂基本上唔相信添。我話寶記嗰陣時，即係寶麗金啦嚇。嗰陣時校長譚詠麟，佢最黐線嘅試過一日裏邊錄四隻歌。真係好黐線喎，其實。嗱 ，Connie 話聽大家，你嘅最高紀錄，你最高紀錄係點先？我嗰陣時喺台灣寶麗金咧，咁啊香港啲歌即係堆積情感啊，傷心的我嗰啲咧，將佢變咗做國語版。國語詞。用翻個 MMO， 兩日幾三日就錄咗咯，錄曬成隻碟。哇！你睇下，因為嗰啲歌你熟噶嘛，其實佢只不過轉國語啫嘛。咁係有時啲咬字你要即係、就是、有老師喺度聽住咯。